新建一所学校究竟要花多长的时间呢？教育部副部长林慧英今天在国会下议院透露，新建一所学校可能会耗费5年甚至是10年，当局将会加以检讨，希望可以缩短新建的时长。Dari segi pembinaan sekolah memang ambil lebih daripada 5 sehingga mungkin 10 tahun untuk membina sebuah sekolah. Saya di sini akan memastikan kita akan merujuk semula, mengaji semula proses pembinaan sekolah baru. 林慧英针对西蒙安邦国会议员罗诗雅提问指出，当局在建校方面面对的问题，包括可用的土地或地段、附近学校的数量和容量，以及周边人口密集度等等。教育部将通过州教育局收到的建校申请获取反馈和建议，之后再依据城市及乡区规划局的半岛城乡社区设备规划指南分析。另外呢，林慧英也针对国内特殊教育指出，截至上个月，一共有18000名特殊教育老师在特殊教育学校和特殊教育融合班任教。